在劳力舞蹈表演当中，101年分家国际合作节也正式在高溪展开。今年活动不但有将近100件合作龙虾到现场分享促销。每年上精彩的优刷比赛是请大批人潮进来到劳力。欢迎家己两个官，一直一直咧推创着这个这个农业。咱感觉农业是有望的产业。咱欢迎甲家己这合作社长，大家用心拍拼，积智慧，然后付出努力，今仔会当讲愈来愈进步。每年分家国际合作节除了庆人潮，行销农业也大大促进两岸合作社交流。今年主办单位也特别以绿金为主题，强调安全农业的重要性。农业这一点上要建构出安全农业的愿景，然后尽一份保护的责任。那么绿金呢，金金嘛，加个性就会从我们的土堆里头的话，就会生长出来哈。所以大家共同为绿色，啊，佮为金嘛加，大家共同来拍拼哈。那么，一起当我们办这个活动。其实要表彰表现特别好的这些合作社长之外，除此呢，那么希望讲两县要去共同努力去发展农业。每年分家国际合作节也要换到嘉义县举办，真侪乡亲真期待。在咱这个绿色隧道，这办一个这么好环境、这么优美的所在来办这个合作社节。每年在阮嘉义县，我嘛尽力来办好。那么嘛，每年大家做伙来嘉义县做客，安尼好无？两岸合办合作节活动，成功带动地方观光，也平常伫长垣辛苦的农民朋友，有机会出外活动放松心情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